计划吗？接下来计划就是在组里好好拍戏嘛，好好拍戏，对，好好拍戏，然后就也为后面的戏做一些准备吧。而且马上有一部戏要跟大家见面了，对吧？不知道，应该很快会见面。而且最重要，也许吧，也许。嗯，最重要的是要问一问，冬天到了，有没有一些给大家、给家人们的一些冬天的一些祝福啊，或者温暖的一些话？祝福温暖，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些产品，真的就去算是用一种调理的方式，让我们冬天让身体变暖吧。哎，也可以享受一下它的一些味道，也是我平时放松的时候比较想去身处的一个环境。是啊，那个香味啊，包括泡脚和泡澡洗澡的那个感觉，我都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样去体会一下，然后也会得到一个放松。对，而且这个放松一直在说。不光是从身体上，从视觉，从声音，对，各种感觉都可以感觉是不一样的一种探索过程。是的，既然说到了今天主题叫做这个探索局，大家都在想说接下来人家同学会不会又解锁一些新的技能。你看今天是做了我们的这个泡泡预钻，然后还开了这个吊车，接下来你自己开一下脑洞，你想解锁一些什么？你说现实生活中吗？你可以天马行空都可以。天马行空啊，是说了一定要做的吗？啊，那就要现实一点了。如果说现实一点，解锁一个新的技能。解锁一点啊，也希望后面的作品可以展现出一点之前没有展现出来过的一些方面或者类型吧。比如，我觉得你挑战过的各种各样都有嘞。对，可能缺什么，也可能下部戏会有一点之类的。那你是埋了一个伏笔吗？ Yeah, 所以哦，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看到一个又不一样的你的角色。对，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会看到不一样吧。哇，这个大伏笔，这个各位可以去要讨论起来了啊，要讨论起来。半年内不要再问我。大家会不会演唱会？演唱会啊。